用餐时间人潮立刻涌入，便当一个接着一个包，一开门就立刻忙不完，手不停歇，把便当盒塞得满满满。这一份能吃饱饱的便当竟然只要50元。一枚50元铜板搞定一顿饭，炸排骨搭配3样配菜，外加鸡块，这样竟然只算铜板价，简直不要太佛心。钱不够，在这边买。我要多少中华鸡？啊，装刚开调到外加呢，好啊。彰化大业大学旁一家便当专门店，不止排骨便当、矿肉、蒜泥白肉，甚至卤鸡腿便当，全都童叟无欺，一律50元。老板娘一天至少要准备800份便当，因为便宜又大碗 ，CP 值超高，让学生族赞不绝口。还不到饭点时间，神秘地下餐厅就已经人声鼎沸，餐台一字排开，一道道菜叠成小山，琳琅满目，至少70-80种菜色，饕客们围着狂夹，至少有10样以上吧，全部90块。空心菜一夹一大把，再来颗贡丸，最后放上一片猪排，炒粉性的自助餐，这样夹竟然只要65元。这边性价比是很高。位于台中地院地下室的自助餐厅，亲民的价格让上班族省下不少荷包。记者陈胜伟、卢俊彦、陈志茂、SNG 彰化台中报道。